那郭老师，你再尝一下这个菠萝古老肉呗。康老师，怎么样？你们吃？我们吃，我们不敢呢。我觉得你们能吃。我对武大靖单独完成的这个菜品还是有一些偏见的，我必须承认。确实缺乏勇气，你们现在每个人都尝尝，告诉我味道怎么样？我吃吃看。你现在吃的时候只是糖少了，这味道来说是不难吃的，还不错，我尝一下吧。因为我刚只吃了那个。你吃块肉吗？我吃块肉啊，吃块肉，因为我们肉还是精心。但我觉得郭老师有诈，我问他怎么样，他就不说，他非得让我吃。不是一个难吃的。不难吃，异域风情绝对有。你起来上一边去，在我们队都给你饿你三顿都有点抑郁了。你尝一下这个是能吃的。那个我确实不敢。不能吃的，绝对不是一个不能吃的。老师吃完就抑郁了，很抑郁。吃了吗？别急。别急，你别假吃啊！我这看着你嘴呢。你好像喝中药呢，你。着急。我烦行，你虫子呀，这不是。好吃吧？假装你现在吃下去的是从没有尝过的美味。怎么说？现在你心里面非常荡漾。我说实话啊，这道菠萝古老肉啊，看起来难看。吃起来难吃，然后对不起，我确实没事，我强大，没事，我觉得可以吃，没事，我强大，没事，我觉得还挺下饭的，费饭，挺下饭的，我待会儿全吃，挺真的。不会啊。因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厨艺丝毫就是不好，因为我进步空间很大。